现在是7月30号的6:14，我现在已经收拾完毕，准备出门了。今天为什么会起这么早呢？因为我今天打算在30号的当天回一趟西安，因为今天是我姥爷过生日，但是我谁都没有给说，所以我今天打算给他来一个生日惊喜闪现。一会儿7:50多的动车，因为今天北京一直在下大雨，然后为了让这个计划不泡汤不被延误，我选择了高铁。我要在高铁上坐大概5个半小时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啦。今天因为北京路上堵车，然后我改了一个下一班晚了6分钟的车，现在我已经安全了。I'd like to be what I am now, national, but hey, why not? Life is mine and it's a fact. I'd like to be what I am now, national, but hey, why not? Life is mine and it's a fact.In the morning and I picture myself flying in the sky. Tell my bird it's not a lie. And now that I'm diving through the oceans of my dreams, I want them so bad to become reality. I'm a daydreamer.现在是坐在家里的正下门口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下楼看到我，应该不会下楼吧。喂，爷爷，啊，我买的花到了，那个你们现在在家不？一会儿取一下。啊？我跟你说，不用买。啊啊。全校买。哎，我买了，我那个他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一会儿送，家里有人吧。啊，对对，行，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让他送了。你干嘛呢？现在？哎，在家呢。在家呢。行，我不跟你说了，给我打电话了。哎，你那箱怎么样了？哎，好多了，好多，我挂了，拜拜。哎，嗯，挂了。拜拜，嗯。我说好多了。拜拜。他先把我挂了。现在要上楼了。录个步伐，带着我的花。好热啊，鞋，快！但是我现在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，我没有家里的电卡，就是门禁卡，我现在进不去。我先摁一个，然后不告诉他们我是谁，躲起来，让他们把门先开开。生日快乐！